当这个常作正念，以为警策，应常存凡所有相，空有同时相。这个里头一句一句的，我们来说，常作正念，正是正确，没有错误，没有偏差，也就是《法华经》上所讲的若佛之见，佛之佛见，诸佛如来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，我们的看法想法也跟他一样，这是正确，没有错误。常常用这个提醒自己，这个警策是提醒自己，使自己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那就是我们真的皈依了。这个三皈依就是觉正静，我们整个的生活生活在觉正静中，这个就是菩萨，真正是菩萨了。那么要怎样去想呢？怎么去看呢？一定要常常记住，凡所有相，空有同时，相有体空，要常常想着，所有见到一切现象，相有体空。你能够懂得这个道理，常常有这个觉悟，你相可以受用，你心里头绝不执着，心地清净干净啊。那么外面这个事情做得更圆满。凡夫为什么把事情做得不圆满？他有私心，他要围着自己的利益了，所以常常做的利己损人，把事情搞坏了。菩萨心清净，对一切万法之道相有体空，他心底干干净净，他没有私心，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做得更圆满。这个道理在此地，没有私心，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，他都很清楚，都很明了，他晓得空有同时，这是第一个，一定要懂得这样一个观念。想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观念，我们讲的人生观、宇宙观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